其实乌托邦那个系列，就是所谓的创世纪那个系列，刚开始我是观察到了，就是我从台湾的历史上去观察到了一些，就是台湾人的身份问题，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世代，就是我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世代是处于台湾经济奇迹后的那个所。泡沫化后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时代，那其实我们面临这个时代是，是我个人是认为是，处于一个算是一个极度焦虑，面对一个就是我们看似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是非常的扁平，非常的就是安逸的状态，但实际上反观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个，不管是经济体制或者是所谓的政治层面这个问题，始终是逃脱不了一个对于国际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份这样子，如何去找寻所谓的台湾人的这个台湾人这样子一个文化特质，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看到的现象是，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就像是年轻这个世代，就像是海绵一样，我们外来资讯不断的进入，我们同时也吸收，但是我们同时也不断的在释放上一秒所吸收的资讯，那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这个一个状态，这样子。对我这样子年轻世代而言，我并没有对所谓的上一代或者上上那一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观念，就比如说，我们还有对中国是一种家的概念，我们还有对中国可能要返乡这样的概念，其实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在我们这个年轻战后的这个 Generation X 这个里面是不存在，我个人是不存认为是不存在的。我们其实比较，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在意的是所谓的重新去从这样子的一个台湾的移民文化里面去找出一个根据点这样子。那回归到我的作品《创世纪》这一个系列，它本身就在用一个所谓的一个我以就是西方或者是我以及西方人的这样的观点，以及我父母上一代这样的观点，他们那样子的一个那个世代的观念传承给我这个新的世代的观念之间一个代沟，这样一个鸿沟。那我发觉这是一种对于就是我发觉上一世代传给我们的观念是对于一种新的未来的一个新的世代的一个幻想，一个美好的幻想，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西方，他们是有一种类似桃花源类的一个幻象在那边。那其实这个就像是一个泡泡一样，那它其实是看似是非常坚硬的、非常坚不可摧的一个纪念碑这样子。那实际上。这个我们所接受的东西，它一直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那所以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让我的作品，创世纪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即将在德国展出的那个，用collage 的方式结合大量的所谓的西方媒体的报纸这样子，以及融合那种很破碎形式的山水去结合的那样子。那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某部分我想表达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破碎的一个记忆，这样历史上的一个破碎记忆。那其实山水这个东西，说老实也不是我们台湾的东西。那我们这个年校，我其实对山水这个东西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对水墨这个东西，我身在一个移民文化的一个台湾，我对这个东西完全一点任何感觉都没有。那其实这个东西却又很，它却像是像诗一样，像是空气一样，像我们渴望呼吸一样，它就是很强制的，就好像是像是 whisper 一样，这样子进入我们的耳朵里面。那可是我们对这个概念非又一无所知。那所以我就用一个很破碎的一个像拼贴的方式，然后用一个山水的方式，很破碎的山水的方式，然后再加上报纸本身就是西方媒介传达的一个观念传输的一个载体，这样。那我想去表达一个就是看似就是我们是拥有一个文化根源，那其实它是一个幻象，一个破灭的一个景象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是我这个系列比较主要的一个核心这样子。对，我的创作上面，
受到了庙宇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庙宇文化，像庙宇文化，它其实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这样。我觉得信仰就这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好像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样。就是当你进到庙里面去的时候，庙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社会和外在的一个现实社会，它是看似连接的，实际上它是阻断的。应该说，把个人的一个私密情感以及社会经验，就是非常一览无遗的摊露在这前面。那其实你的这些东西就你感觉你的一切开始在跟他们沟通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时是自我身份的一部分，那同时它又是台湾的传统文化当中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而且它该怎么，它应该算是已经脱离了大陆的那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陆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文化记忆，感觉好像是感觉它是文化挪移到了台湾这一块。那所以从我的作品当中，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去谈我想谈的身份问题，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蛮恰当。